啲高班马，如果一班马跑1600，马好成绩嘅，赢过嘅马系14567910，入个 Q 嘅系8，最叻第三嘅系2，上仗成绩好嘅就4589。8、9、4、5都聚焦啊！真系啲赢过，我 kick 姐中意2号、9号、8号，我系要9号、8号，我要9号、8号。只粉红色叫咩？北极光啊！粉红色布纹，粉红色就呢只美丽宇宙上次放翻嚟赢啊！今次轻磅样赛嚟嘅呢啲嘢，但评分有啲差距，但系都用啲磅位嚟即系等翻啊！120磅美丽宇宙对住啲劲搏嗰啲135磅咁样嘅一号仔劲搏，加嚟劲搏系非常之尺寸嘅马嚟嘅，佢要跟翻个啱嘅位置，发力又要啱，咁先有机会嘅。如果唔系，成日一系就后上不及啊，一系就揾唔到位啊，咁啊，经常都系发生啲咁嘅事。五号北极光上次赢得几好啊，而家换咗俾布文，上次潘顿赢啊，而家潘顿走去骑美丽宇宙，就骑呢只有个斜咩带白色告东尼马房，上仗又系跑1600米，又潘顿一放赢咗。一放而回啊！真系蓝色是保罗成全，马佬咧就白色衫，背后有个倒三角跟住。三号咧呢只叫佳运财希威森，佳运财点啊？佳运财上次第5，前次第8，再前次第1都好啊！佳运财本季第4次出赛都已经有一个 win 啦。三号三号有个闪电在背脊度，那只就九号了，白色斜咩带粉红色袖，这就叫美丽宇宙，跟住只儿象马呢只嘅神驹嚟嘅，呢只勇猛神驹，黑白间横间啊，系潘明辉骑嘅高分嘅呢只马，上仗跑第6，夜二倍班得嚟，上次第6，前次第7呢只马未收个位置牌，在本季。是佳运财的，这只蓝色衫有个闪电，蓝衫闪电，希威森啊，九号就潘顿，潘顿上次赢过两只马嘅就系4号、5号，四号健康快驹同5号北极光，而家佢又拣翻呢只。美丽宇宙上次都是他赢过的，120磅。这只就马路白色衫，背后有个倒三角的，后面跟着他那只就保罗成全，浅蓝色。8号、7号在这里看到两只马，这只马路，这只马佬咧，上次苏兆辉三倍大热门跑第2，就呢只啦，都几准成嗰只马爆。上次第2，前次第4，6次赛绩就系4-2、1-2、4-2咁样，即系好好啊，全部前4翻嚟。啊，呢只粉红帽嘅格仔袖嗰啲只就系四号仔健康快驹，健康快驹都几好啊，健康快驹。上次潘顿1.9倍跑第1，三次出赛本路程就1个第1、1个第2、1个第4，0次落地。
马佬咧就跑过一次，就一次入 Q， 又系零次落地。九号咧就系跑过一次，一次 win 咗，零次落地。所以本路程咧最好嘅咧就系四号、八号、九号本路程啦。而家八号、九号系红格，一个红格 win， 一个红格 pay。交俾集前，保罗胜传。最后一集星云指着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七场赛事骑士杯1600米的路程，准备大热是九。好，一起步的时候，前面快集的马呢见到大外档有北极光，在内栏马佬，中间还有星云指着进占第二，美丽宇宙有些抢口在第四位，内栏第五呢是那匹勇猛神驹来的。再后面保罗正传浅蓝衫，尾四蹬下蹬下那只呢就是粉红衫，就是这只健康快驹，在出面上拼上勇，内栏尾三到就劲搏尾二健康快驹包了落尾的马，暂时是那只佳运财来的。去到对面直路中尾段接近1000，前面放头是星云指着，第二位就北极光，外面美丽宇宙喳喳声进占第二，马佬跟着你跑。再见到第五位还是勇猛神驹，后面五只保罗成全劲搏，尾三粉红衫健康快驹，尾二佳运财吞了下后面的马是常拼常勇来的。好了，转紧弯中间，星云指着就带着美丽宇宙，内栏有北极光，马佬就第四位，第五位的马埋边勇猛神驹，出面保罗成全，后面四只劲搏健康快驹常拼常勇，包了落尾的马浅蓝衫是佳运财来的。好了，咁转正弯入直路，星云指着仲有少少优势，中间北极光揿住上咗嚟啦，外边有美丽宇宙要骑咯，出面马佬开始追紧啦，再后边嘅话仲有勇猛神驹、保罗成全，出面咧佳运财，最后二百睇个势，马佬都好劲噶啦，埋边有北极光啦，后多层有保罗成全同埋勇猛神驹，出面上咗少少系佳运财啊，接近终点，马佬已经将后边嘅对手远远掟啦，咁啊赢出呢场赛事，攞埋个特别奖金添啊，跑第二名嘅马要影相啊，北极光埋边。我只八号就赢咗好多，嗰只九号美丽宇宙咧，初段就又系抹口咁样，即系抹口啊、揈头啊咁样，呢啲情况喺阿潘顿手上经常都发生啊，发生嘅次数最多噶。直路又系立江城，都未能够稳定走势，咁样就输好多添啊。梁家俊、马佬。大热门嚟嘅变咗啊！最后马路啊，真系我买苏小辉，苏小辉骑嘅时候我输咗，冇 win 收。而家佢啊大热门 win 咗，大家欣赏下啦，欣赏下只美丽宇宙嘅跑法啦。喺呢度啦吓，几好啊，咪由佢跑啦吓。五号仔在前面先啦，只北极光在前面。咁、你睇下只粉红色啦，睇住佢啦，睇住佢啦。擘晒口咁样啊！冲上嚟啦，冇办法啦，咁样跑晒前边啦，真系。潘顿第二，布文第三，何泽尧喺前边啦。潘顿第二，布文第三，咁然后只梁家俊第四。咁啊，第二名转弯嘅一只美丽宇宙。睇佢啦，跟住就冲啦吓，冲埋去个码头，揈出揈入，又系立江城，不停喺度立江城。咁啊，即系呢个梁家俊已经打住上嚟啦。你又立江城，继续系咁立，佢又会好多嘢讲啊，走来欠顺啊，咁样啊，未能控制马匹啊。八号仔，马佬赢咗。好多人都等佢赢啊！其实上次苏兆辉大热门跑第二，八号、五号、七号，八号、五号。
五号上次赢咗个八号五号，七号保罗成全咩近绩啊？七号系上次第六，前次第一，近期都有 win 噶喎。八五七，去买好似买股票嘅八五七。857